细语问答，关于出题。第一则，学生说，今天下午午睡有一次出题的事件，回忆起来趴在沙发上的触感那么真实，但实际上空间和物品都是不存在的。记录，午时冥想，然后休息，睡迷，第一次想着灵魂飘起，失败，第二次直接想着整个的起床动作，成功。出门时拉开房间门，来到客厅，客厅与另一个空间衔接处摆放了沙发，是我家以前有的绿色皮质沙发。我铺在沙发上，整个的触感完全真实。实际上，那个从卧房出去到客厅的门是不同的，客厅的样子不是现在家里的客厅，而绿色沙发已经作为二手物品卖掉了。不过趴在沙发上的那个触感，沙发的味道异常真实。细语说，不要狭义的去定义真实。学生说，可能也只是在做梦，对不？最后我还是挣扎让自己醒来，不能控制自己的感觉比较糟糕，还是会被习气影响到，担心窒息。细语说，你的问题在于内在的逻辑继续存在比对和分别的心，你定义了真实，然后无法深入虚假，就好像你的出题，你太刻意时就无法达成。做这些事时，要保持着本该如此的自然心态。在《未知的实相》那本书里，我讨论到你透过你的信念形成你私人经验的方式，所以你有某些最得意的想法，而你用它们来建构对你所知的实相和你自己的世界观。了解你自己的信念是什么是很重要的，它们有许多可能在家里很有用，但当你开始离开那本台旅行时，你可能会发现那些同样的想法阻挡了你的进步。学生说，好的老师，我们需要经常去检验自己的信念，不过如何知道信念是帮助、是适宜的还是阻碍我们的呢？最近喉咙反复发炎，时好时坏，也很影响睡眠。我之前出题感袭来，感到担心时，会通过观呼吸的方法让自己平静下来。喉咙发炎后，就觉得呼吸有压迫感，无法平静。细语说，在本地球版本中，当下意识认知的经验带来可靠又有效的互动体验，这些被反复验证的经验逐步强化，形成了我们的成见认知，并为实证科学的理论背书。这些成见无疑有效地帮助我们准确地锚定在本意识频率中展开自己的生活，并提高了对事物发展预期轨迹可能性的精准预判。但这样的固化认知与理性预期却严重地阻碍着并框架了我们摆脱本意识频率维度的重力陷阱。这不是物理重力，而是自身意识认知中秉持的放不开、放不下的固有理念。这些看似理性的理念形成千丝万缕的粘连，让自我意识被困居与粘连在所谓的真实中，而看不到真实的更多面相，故而无从离开本地本台的实相体系束缚，展开没有拘束的探险。你熟悉你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可是当你离开你平常的取向，改变你意识的焦点时，你很可能建构你的新经验，就像你建构你的物质经验一样。在同时，你是更自由的，你有更多的余地，你习于投射你的信念到具体的东西及事件上。然而当你离开你的本台时，那些东西及事件不再以同样的方式呈现他们自己。摘自塞斯书《未知的实相》七一九节。